的材质，它是那种挺板滑料的，所以它就是滑滑的那种。然后它的扣子它做超级好看的，它是有点大理石纹路的那种，看一下。然后它这边它是连身的，然后它开扣是开到这边，所以它是可以铺的。然后主要是它特别的地方是它翻领的地方，它很修饰我们的胸前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它有附赠绑带，拍照给你们看。它这边有小耳朵，这绑带是可以放进去的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宽度，它松紧，它整件是没有弹性的，它只有这边松紧有一点点回弹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口袋哦，它这个是有口袋，然后它有内里，它还有内里，这么贴心。它那它的扣子是可以打开吗？它可以哺乳，它可以试穿。这边它是可以开的，这边是可以开，然后它开到这边。所以要哺乳的话也是可以，要哺乳的话也是可以。然后它有两个颜色，它有两个颜色，我身上是杏色，好，还有一个是黑的。我觉得它这两个颜色都很适合，就是都很温柔的感觉，其实都可以去参加。但是我觉得皮肤太黑的话，应该选你身上颜色比较好看。对， 对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就是皮人看起来比较有精神更有气色，我觉得要选 Remy 身上这个颜色。